大家好，我们家庭养花除了要做好浇水施肥这一类的管理之外，其实我们还要养成一个好习惯。这个好习惯呢，就是要经常给你的花松松土，至少一个月就要给它松一次土。那么松土有什么用呢？松土啊，主要有两大好处。首先第一大好处呢，就是可以避免盆土板结，让盆土啊更加的疏松透气，这样呢有利于它的根系的呼吸，也有利于这个微生物的繁衍，那么你的这个花卉的根系才能够正常的呼吸，能够正常的吸收养分和水分，植株呢才能够长得旺。第二个好处啊，就是呢我们浇水它更加容易浇透，因为如果盆土板结，那么我们浇水的话呢它是浇不透的，这样根系很容易空根烂根，不利于生长。那么我们这样松松土，盆土疏松透气了，然后呢水路也被打通了，我们再来浇水的话呢，这样盆土才更容易被浇透，根系才能够更好的吸收水分和养分来生长。所以我们家庭养花经常松松土，对于养花的好处呢还是非常多的。那么我们一般建议大家至少一个月要松一次土，松土的话一定要注意不能够太过暴力，以免损伤根系。好了，本期就分享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